小龙虾吃什么？小龙虾也称克氏圆螯虾、红螯虾和淡水小龙虾，是甲壳纲螯虾科水生动物。小龙虾是杂食性动物，在野外自然环境下，其摄食范围包括水草、藻类、水生昆虫、动物尸体等。人工养殖的小龙虾可直接投喂搅搅碎的米糠、豆饼、螺棒肉、蚕蛹以及动物下脚料和配合饲料等。小龙虾一般生活在水体较浅、水草丰盛的湿地、湖泊和河沟内。小龙虾适应性极广，具有较广的适宜生长温度，在水温为10至30摄氏度时均可正常生长发育。小龙虾是淡水经济虾类，因肉味鲜美广受人们欢迎。每到夏季，小龙虾就成为了人们酒桌上的一道美食。